为了让全校师生更重视卫生与健康的观念，草屯镇虎山国小特别利用考试后的时间，办理生动有趣的健康促进闯关活动，设有口腔卫生、视力保健、正确用药等等关卡。闯关的过程中，我认识了不同的标志，然后不同的颜色也分别代表了空气品质的程度不一样。我最喜欢的是一个登阶的关卡，因为那个很好玩。我最喜欢吹乐障碍，因为它可以吹到那个圈或叉，然后你也要回答问题。我最喜欢的关卡是穿越障碍，因为那个乒乓球可以穿到瓶子里，很好玩，还让我学到很多健康的知识。运用考完试的时间，让全校师生一起到户外活动身心，更透过闯关的方式，让学生们能够深刻了解健康的重要性。健康促进方面呢，我们又融合了科学教育以及环境教育，那还有家庭教育。那在这些部分的话呢，就是对学生来讲，是对他们的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那我们到最后一个闯关完成之后呢，我们赠送的牙刷组呢，是为了让小朋友呢在口腔保健方面，就是让他们就是有良好的习惯。结合所有的健康促进的所有议题，那刚好也这个礼拜刚好考完试哈，让小朋友到户外来放松，然后借由这个活动啊，除了增加他们的常识知识以外，也希望能够落实在生活的实践。县议员简世生肯定学校老师们与校长的用心，让学生们能够放松考试压力外，也能学习如何让身体健康的知识。虎山国小吼，嘛做着真好的宣导吼，来教导咱这学生囡仔吼，刷牙的重要性吼，咱的校长跟咱各位老师吼，非常重视着学生的健康方面吼，让他们来做一个闯关的游戏。虎山国小利用考试后的时间，设计了健康促进闯关活动，让小朋友们在闯关中都能够学到健康知识和保健的方法。记者刘永胜，草屯采访报道。